这样蹦蹦蹦蹦响哦，阿叔在打碟蹦蹦响。你看我们又到哪里啦？又到卖羽绒服这里了哦。乐乐天天记得卖羽绒服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嫂。最近时间都下雨，都不出门。下雨都下包月了。好久不上柳州了。对呀、啊，好久不上柳州了。今天二哥带我们来柳州，看一下夜景。今天来了他们这里玩一下，我们在卖鱼。去啊，你的乐乐姐姐呀、啊，刚刚睡醒的家伙。这里今天晚上都还下一点小雨呢，我们那边都不下了。这里怎么搭大舞台呀、啊？咋个情况？走，二哥带我们去看柳州夜景。好多人，天气好了就好多人来这里逛逛散步。阿哥，这是柳江河哦，看一下我们柳江大河，这叫江滨河。哎，没有船吗？今天晚上到几点钟来了？不过那水位应该还没退完嘞。对，现在人家也不开船的，不开哦。你那现在水浑浑的，看什么？又没有喷泉，水位很高，现在没有喷泉的，水又浑。那我说来看妹子，有没有妹子唱歌的？没有，连天就在那个地方。可能到那边去呢。浪一些呗。走吧，走，二哥带你去找美女。还是我找美女啊？二哥说要去找美女，但是工作上的伙伴，工作伙伴。二哥早就说要上来找了，一直都没有空，所以最近下雨都下包月都没有空上来。想叫人家找你又不放心。这里很多的，可能刚刚下了一场雨，人家个都跑了。我的小老板，小老板，你带我去哪呀？那天他看那个，在斗那边看那个，他说那个是哥哥，这个是哥哥的老板。人家那个是，其实那个男的是主播，另外那个是他们的师弟，他就说那个是那个师弟的老板，好搞笑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的老板呢？他说我啊。他的意思说他自己是我的老板。哇，这两个狗狗，乐乐，这两个狗狗好漂亮哦。漂亮。乐乐，你要小狗狗回家吗？你想要狗狗回家呀？你想要个哈巴狗是吗？牵着我的手啊，你就跟我走啊，就叫一只哈巴狗啊。牵着你的手就好比牵着一只哈巴狗。会不会挨打？我看这里的夜景依然是那么漂亮哦啊。哦，真的没人喽。没人唱歌。难搞哦。原先还有几个男的在那里抬棺材，还在那里唱歌。他就在那里开直播是吧？今天晚上没有。他们不开播，就在那里这样唱啊。哇，这个灯的颜色好看哦。大哥，你看我真的有了不？有一个帅哥在唱歌。你在问我难过时候怎么过，不知会好好的活。我是会消失不老肥那个老师啊，老肥那个老师是吗？阿哥，你要不要去劈手？我不要。他认识你吗？我跟他聊过一下下。哦，哎，可以哦。我在说，怎么这个人唱歌那么好听？唱歌30块一首，
30块一首啊。哦。哎。喂喂。那个这里找对头了，啊，老师还认识他，要是不认识他就尴尬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二哥来献一首，一生中最爱。Hello。好，一首一生不变啊，一首送给大家，这首歌曲送给你们。有喜欢唱歌的可以看过来哦。大哥出门的不注重形象，穿了凉鞋。艳阳风飞散发佩剑，眼泪散发一丝寒意，想要告诉我你痴心不变，眉宇间刺痛，匆匆难事。悠悠温微心烦不断，冷冷暖一片红衣，时间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。桑天不太恨怨，痴心爱侣仍难逾越，分开谁不可改变。让老师帮他们录像。但更珍惜一刻无迟，可知分开缘已，心中对你更挂怀，可否至此心一片，就算分开一生不变。反反复复多次失恋，进进退退想到从前，要我再吻你吻多一次，明了不知那一天相见。是了，等你长大了，妈妈也带你来跟着老师学唱歌哦，好吗？可能乐也喜欢唱歌哦。看得那么入迷呀！反反复复多次失恋。真真退退想到从此事，让我再问你问你多一次。那小妹妹看了正入迷了，妈妈叫老婆去了都不知道。再相遇。二哥不愧是走出大世面的人，脚都不发抖啊。这样发抖他昏个毛线。要叫我上去我就会发抖，我不敢。诶，这里有个弹琴的不？对啊，你看你在那里。我们去看一下啊。现弹现唱的。啊。Low and bring it to my land. Low and can go by home. 人才多多。This subway, this subway. This subway, yeah, this subway.